好，这次呢，我们要使用手机，但是不用装 App 直接来玩哦。那其实我们跟你报告一下，电脑可以玩，当然手机可以玩。手机在玩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启动浏览器啊，手机也可以上网，只要可以上网就可以玩。上网的时候，你只要可以打出什么卡户点 IT 哦。来，那首先我们现在先把这份考卷先开起来，点这里，点哪里 ？Play， 动物大晋级的 Play， 对不对？然后点 Classical 这个，还会出现个 PIN 码。现在所有线上学习都这样，331410，对不对？那在我手机里面呢，我启动我手机，然后在这边打 K A H O O T 点 I T， 然后执行，就进到这里来啊。然后输入 PIN 码吗？啊，331410，执行，然后给个名称，啊，我叫做什么 ？L U。Go， 所以呢，进去喽，所以已经进来了哦，可以玩。所以想告诉你，从手机玩的时候，你可以直接使用哪一个？点这个，请他输入什么呢？输入卡户一等的网址就可以进玩。所以手机从头到尾，你没有装这个 APP 也是 OK 的，你没有装的卡户也都可以玩，平板也一样，但先决条件要能够上网。